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，但求我们免于凶恶。 做乜你唔撑住啊？你得噶，咁你而家咁走咗，边个同我打波？JJ，波你，老豆要先走啦。 我知我系走得快咗啲，不过你两个都大啦，我都冇乜牵挂。JJ，老豆有板俾你睇，人生无常，你有几叻几本事，就算你有老豆一半咁靓仔都好，你都要学识珍惜，尤其是珍惜身边嘅眼前人。我知啦，老豆，就算同你几亲密。 几相爱嘅人，错过咗就追唔翻噶啦。我都错过咗一次，你唔好学我咁乸嘢啊！放心，我一定唔会放弃，我会令阿 Chris 接受翻我。我哋虽然你唔系我亲生，但你最似我，成日喺度扮有型扮浪子。 老豆啊，关你蛋事咩？衰仔，你窒我叻死剩把口。我哋，我同你讲下咁系错嘅。当年我就系扮潇洒，唔会追唔会抢，所以咧我就失去咗我最心爱嘅女人。我话俾你听，幸福系要自己争取嘅。当你中意一个女人嗰阵时，你一定要坚持到底，知唔知啊？ 知道，大声啲，听唔到啊！知道，大声啲啊！知道。<笑>好啦，嗱，最后我想你两个咧，就同我做一件事，同阿姨啊讲声，佢系我曾经追过最熟嘅女人，系我嘅挚爱，以前系，而家都系。 将来永远都系，唉，真系见佢一次，又懂一路一次。阿姨，老豆话你系佢认识过最爱嘅女人，以前系，而家系，将来永远都系。 佢话见你一次就冻嘔一次，最尾嗰句你哋知好啦，嗰句唔讲得俾人听噶嘛。我走啦，吓，你哋都大个仔啦，唔好再喊啦，俾人见到丑死怪啊！ 走啦，走啦，老豆，老豆。 哇，咁多餸 ，Uncle， 名卡 key 啊？喊咩啊？应该，今日啲餸咧系阿美神发版嘅。
我求其嘅咋，唔知啱唔啱你胃口咧？啱啊，全部都啱我食啊！我妹啊，从来都未 serve 过我噶，佢今次系为咗阿 Johnny 走去街市啊，家姐破天荒。咪系咯，佢姐姐咧同我哋争嘢玩啊，争嘢食咁噶咋。我边有咁落死啊？平时成日都搣橙俾你食噶啦。其实 Mason 咧好多优点嘅，你娶到佢，你有福。完全認同。你兩個唔好拖啦，快啲結婚，擺埋酒咧，我就安樂啦。夠啦夠啦，我肚餓啊，開飯啦。誒，阿媽都未翻。係喎。係啊，佢話去醫院啊，仲未翻。你打電話睇佢去咗邊。係啊，打俾佢。誒誒，翻啦。媽咪。媽。阿媽。奶奶。安迪。冇事啊嘛。好長。佢走咗啦，唔系嘛？点解咁嘅？吓，咁我冇人同我斗气。但 case 都未审完，咁佢两兄弟讲唔得一次见佢最后一面啦。我唔明保长份人咁好，点解有啲咁不幸嘅事情喺佢身上发生？我真系希望金大壮同波地可以为保长沉冤得雪。使唔使我过嚟陪你啊？唔使啊，我多谢你关心，不过真系冇事，我仲要搞埋阿爸啲身后事，我唔讲啦，拜拜。拜拜。John， 头先见你心事重重咁再嚟，冇咩事啊嘛？啱啱过咗身个 uncle， 佢对我好好噶。生死无常，做人要把握现在，活在当下，唔好俾自己后悔。美神啊，今次系我第三次向你求婚，希望你可以俾机会我做你终身伴侣。以后无论发生咩事都好，我都会喺身边照顾你、保护你。你愿意嫁俾我吗 ？John 啊！你啱啱先翻嚟咋，咁样会唔会太急啊？其实我哋拍拖都有十年啦，虽然我喺美国发展自己嘅事业，你喺香港有自己嘅空间同工作，大家各自发展理想，但系呢段期间，我心里面只有你一个，而家都系时候向前行一步啊！美神，嫁俾我。你好啊，庄太。阿爸，天文台话近排会翻风啊，出街带多件衫喎。好。近排系咪好闷啊？如果系嘅，同啲朋友出去饮下茶，倾下偈。好。不如我俾錢你去旅行好唔好啊？想去邊啊？做乜淨係扒飯啫？食餸啊，嚟啊！冇。JJ。Grace。系咪老豆？佢走咗啦。有冇嘢可以帮到手？多谢，有需要我会打俾你。咁你自己保重啦。爹哋，你冇嘢嘛？身边嘅人走完一个又一个，连后生咁多嘅都走先过我。做人真系
好無奈，好發紅。爹哋，唔好亂諗咁多啊！爹哋，你去邊啊？我跑步健身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剧集精彩片段每日不断放送。你唔系仲未 subscribe 啊？记得揿埋个钟仔啦！